所以我最喜欢重训，然后有氧就是不是每次都做，最近爱上的是那个筋膜放松耳机吧。嗯，因为我其实这次的路跑的主题其实我很开心，因为我很喜欢音乐，有一首很老的歌是 Beyonce 的歌，就是 Crazy in Love。其实我并不会在特殊情况然后才去好好的吃的保养品，其实我每一天都有吃。风格路跑是我第二次参加，其中一个印象最深就是天都还没亮大家就要集合，尤其是又有主题嘛，你可能要更早起来打扮，所以我很推这个，就是 Choco BB 的蜂王饮，那里面有一个成分是牛磺酸，就是提神的。然后再来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爱拍照嘛，所以我会很建议你在前一天睡前就可以先喝一瓶，然后它热量很低，里面又有蜂王乳，就是你睡觉的时候皮肤可以先进行一个保养修复，然后早上起来要去参加前，我就可以再喝一瓶，就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是更好的。